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考虑参数是 MP 啊的二项分配 ，X 代表成功的次数。那现在直接哈计算这个，哦，直接计算那个什么呢 ？X 成功次数的那个变异数。我们知道那个变异数哈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一 S 平方嘛？它减掉呢一 X 的平方。那这之前我们算过，这是等于 NP 嘛？哦，还有平方嘛？那这个的话哈，我们现在啊。这个多少？这个就是说 ，S 平方嘛，这个 K 等于0哈到 N， 那是这是代表成功次数嘛，哦次数的平方，啊乘以啊乘以那个大 P 哈 K， 就出现 K 次的几率，那出现呢，就是有 K 次成功的几率，有 K 次成功的几率哈，就是 C N 取 K 嘛。然后是一减 P 的 N 减 K， 啊 P 的 K， 好，啊再来减这个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计算这个，计算这个，好，我们先计算这个，这是一的啦 ，S 平方啦，先来计算这个，那这个的话怎么计算呢？这个我现在啊，给它这样做 ，K 等于零。事实上的话，k 等于零啊，到什么？到 n， 然后是 k 减一啊，它再加那个 k， 就是 c n 取 k 啊，一减 p， n 减 k， p k， 它再加多少？因为我这里减一个 k 嘛，我要加回。k 等于零到 n，k c n 取 k， 一减 p n 减 k p k， 好，啊这个上啊，实际上就是等于一 x， 哦，这之前算过是等于 n p 的，那这个呢，这个的话哈，你 k 带零的时候，这项等于零 ，k 带一的话，这项等于一啊，哎，这项也等于零，所以这个哈。实际上是从多少？从 k 等于2开始带，到 n， 哇，这是 k 减一，那我把这展开，展开两次哈 ，n 除以 k， 再展开一次 ，n 减一 ，k 减一，这剩下 n 减2 k 减二，哇，啊这个啊，这是一减 p 的多少呢？我现在是 n 减2它减掉 k 减二，它乘以哈 p k 减二乘以 p 的平方。好，啊这个的话哈，这个可以约掉，这就约掉，所以有一个 n 啊乘以 n 减一可以抽出来 ，n 哈，啊 n 减一抽出来，啊这个 p 平方抽出来。啊，后面这个哈，这个还要加一个 MP 的，这等一下再加，再加一个 MP 啊，好 ，MP 就这个。好，那你这样的抽出来以后的话呢，剩下来的这是 k 等于2到 n 嘛，那我现在令什么哈？我现在令哈，k 减2哈是等于 k prime，k 减2哈等于 k prime， 那这个就是。k prime 哦，当你 k 等于2的话 ，k prime 等于0。当你 k 等于 n 的时候 ，k prime 等于 n 减2。啊，这是 c n 减2哦，啊除以哎啊取掉取 k prime， 啊这个变化变成是一减 p， 啊是 n 减，哦不是，这是 n 减2的 ，n 减要减掉你 k 减2。那这个的话，这个是 n 减2嘛，啊减掉 k prime， 啊乘以 p，k 减2是 k prime， 好，啊再加多少呢？再加 np， 好，啊这个的话，中间这个呢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一减 p 加 p
几次方嘛 ？n 减二次方啊，它是一嘛，所以剩下前面这个，所以就得到哈、哦，这整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等于多少？这就这个 n 减一 p 平方，小 p 啊，啊再加多少？再加一个 np， 哦就得到了，它、啊、得到以后的话哈、哦，那我现在的话呢，给它带进来。带进来的话，你就得到多少？得到这个 VAR 哈 ，X 就等到就等于 ES 平方的 S 平方期望值是这个，这个我现在呢，就是 n 啊哈 ，n 减一 p 平方加 np， 啊再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，哎减掉这个 n 平方。m 平方，哎 ，p 平方，好啊，这个我把它写在哪边哈？这个展开来的话有什么呢？有一个 m 平方 p 平方，这可以消掉，所以是消掉一个 m 平方 p 平方。那剩下的剩下，负的 m p 平方，就剩下这 m p 哈，啊，减掉多少？减掉那个 n p 平方了 ，n p 平方了，所以可以抽出多少？抽出 n p 来，它是一减掉了，一减 p 啊，那就是得证，就等于这个答案。